天下功夫出少林，各位观众，有关少林寺嘅电影，你可能睇过好多，但系啊，你知唔知道少林寺喺边树呢？少林寺祖达摩啊，喺边一度面壁九年呢？你知唔知道少林寺和尚点样练功？喺边树练功呢？少林寺和尚啊，点解可以饮酒食肉呢？拥有100万门徒嘅日本少林寺拳法创始人中道神啊！ 点样喺中国少林寺学到少林拳法？中原电影公司创业巨献，动用千军万马，驰骋中原，喺中国武林圣地嵩山少林寺，实地拍摄一部正宗少林功夫电影《少林寺》。《少林寺》。 一部从来未公开过嘅少林秘笈，一个从来未拍摄过嘅传奇故事。少林寺特别邀请年获五届全中国武术比赛全能冠军李连杰主演，刀马名旦丁立，螳螂拳一代宗师于海。 双手剑创始人于成慧，1981年全国武术邀请赛五项冠军胡坚强，成标冠军刘怀良，九节兵冠军杜全阳。 名家孙健辉，其数十位中国武术精英，日本少林寺拳法7段高手联合演出，不靠电影特技，唔系鞋锤打斗，全部真功夫，令你大开眼界。 少林寺，豪资千万，场面伟大，正宗少林功夫，前所未见。少林名胜古迹，唯我独有。少林寺。